更加更加可爱。瑞麟现在位置在这里，瑞麟现在瑞麟这个地方是紫藤，对，它沿路可以看到种很多，可对呀，这紫藤啊，你看这么漂亮，你看哇，开得好漂亮哦，我也感觉对山头摄像，对，你看这个就很鲜嫩的。比我们从这边，还是要从这边，这边有一个。这个摄像木吗？哎，这摄像木，这个是小蜡。小蜡。哎，小蜡。出来了。这个好像有香味哈、哦。嗯，有，真的有哎，真的有一点点香味哦。嗯。哎、欸，淡淡的，哇，这一串好好多哦。嗯，它这个比较深色，我们要漫步云端。不能，一边都不能。越来越厉害了，槟榔树。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没办法。现在在做咖啡豆。哎呀，这么绿了也可以摘哦。这个不行，这是我们清源。啊，清源会采到是比较好的。哦。把它收起来啊。绿色那么多怎么办？这是清源。哦，清源，然后把它清一清。哦，这样就清源了哦。哇，这个咖啡园，它为什么要清园呢？把它整批，稍微整批吧。整理一下。到了。啊，才100公尺而已啊。到了。
啊，这个女泰山出现了，漫步云端。哇，独享。啊。漫步云端民宿。你是第一个走上来的房客。送你一杯咖啡奖励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请进。嗯，你们是第一批对不对？对，上来的。对。那个老板说十五分就可以穿不到。对，这个是冷轮圈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吧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黄蜂。哦，大黄蜂。你做科博文。哦，科博文。哦，是哦。你做科博文。大黄蜂。哇，你看它好厉害哦，把这个举起来了。嗯，这个是异形啊。还有蝙蝠侠。哦，这个蝙蝠侠。哦，那个是蝙蝠侠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也是异形。异形啊，举起来是光剑呐。啊，光剑。啊，这个异形，哇，都是异形。那个星际大战的。这里是漫步云端的。对呀。民宿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就在这里，感觉机器人。有。我今天应该坐在这里。漫步云端。好，请进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。哇，是阁楼嘞。对，我们是住在阁楼里面，阁楼上面。不错不错。好舒服哦，而且这个大片的大面的窗。上楼看看。坐在这里看电视太远了。上去。哇，好大的床，这应该是四人房。哇，这个 view 不错哦。嗯，往那边。哇，这个地方啊，真的还蛮不错的。但是这里如果不是，真的很少会找到这里啊，漫步。现在雾都上来了，要这么早哎，现在才9点。嗯。你看，整个都是浓雾了嘛，难怪它这里叫做漫步云端。自然农法，这是咖啡的花，白色的。这个都是咖啡园。咖啡结束的园。这是什么花？啊，有非洲芙蓉。哦，非洲芙蓉啊。对，非洲蔷薇。这个是清风。清风徐徐。
反正啊，那哪不会滴水？那个导导来的对呀、啊。圆潭停车场。本来就应该要这样。对啊。圆潭自然生态园区。今天因为现在枯水期，可能没什么水了，是吧？没水了，那就是圆潭瀑布啊。这个就是啊，上面那个、啊。哦，这就是圆潭瀑布。对啊。到了。哦，圆潭已经到了。嗯，啊，已经到了。在那里啊，你找不到水啦。没水。对。啊，到象山还在里面，哦，不要告知人家。这个反正你们知道就好了。不要走。这里有萤火虫，夏天。夏天的时候，萤火虫。象山瀑布，这个是往回游客中心，左边是往新湖圆潭瀑布。这个步道还蛮凉爽。被砍完了。嗯。这里有两个。到了。这里就是圆潭瀑布。没有水的圆潭瀑布。看不出来了。
上面这种照光的话，一定要下面。他又没有哪里不伤了。哎，老婆不回来啊？哎，不来是。先往云潭瀑布哈，哎，云潭瀑布，600阶，来计时开始，12:11。下次要来，下次会有水啊。去找一下以前有照相照那个有水的。我很久嘞。26.3公尺。嗯。瀑布的宽度有1.87米。这是在水量最多的时候。20分了，12:20。这个女泰山，你看，我都追不上了。12:29，从下面上来走了9分钟，嗯。